三文鱼，蘸点辣根儿。你们吃刺身喜欢吃哪种虾？这甜虾，看着死，烫吧！哎呀！嗯，好吃。太香了啊。来那个腊八蒜。好好吃啊，这个忽悠料绝了，老铁，就拿着忽悠料炖的，就跟那手指味似的，嗯，太香了。我自己做的。就拿那个胡油料，然后那个葱姜蒜往里放，再放点老抽，就可以了。太香了，太好吃了，就咋吃都不腻，知道不？咋吃都不腻。哎呦我，这块肉也好，哎呦我，这块肉好。嗯，行，嗯。